我也从来没用过，因为他们说大图不适合。这边不会是那个佣兵吧？没有大货币全交了。这没办法，你不得不追。我带的是那个闪现，我也不是传送。我都还没打呢。杀了！白给了这局。哎呦，美滋滋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！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完了，炸了！我干嘛要打他？我手贱，背锅。哎，我干嘛要打他呀？他我打了他就救不到了呀。他们应该在小木屋。因为你佣兵我不打你吗？你又没护臂，我干嘛不打你啊？我不仅要打你，我还要挂你。
然后就要放他走，没必要守了。要抓去抓那个魔术，魔术的几率大一点。有命在开门吗？品类啊！哎呦，这个人没叫到人，翻车了。崩在我，哎呦，崩在我那个，非要去给调香师一刀，手贱。妈，快炸了！目前没看到人啊。感觉像是个前锋在那边跑马拉松。调香师啊，不给先知。你这能跑哪去？砍一刀，秒救了。别偷了！没想到把我要翻出来。
没摸起来，沙包应该有人修。三连。 爆点是真的及时啊！哎呀，炸了！ 还可以赢，三杀，那个调香师开大门走了，他这边知道我手电机换了一台小木屋的小人，无所谓的。 医院那边我没看到是谁，没时间看，直接在这边追吧。 哟，抓了一个好家伙，火呢？ 哦，这边不杀树哦，我就说怎么等半天我在等火，结果发现火不见了。 给鸟，我没有鸟，没有鸟，那你死了。哎，我搬先知了吗？我没有搬啊。
摘树，然后再拆板，然后再种。哎呦，完了！我还没看到哪，在哪那个的。我还没看他，他是他刚才是在哪那个倒地的，无所谓。针对到死就行了。真的是敢翻啊！哎，胆子大就是可以，想干嘛就干嘛呀。你让祭司来救，祭司救得了不？怕不是半路就死掉了，不如再叫佣兵来救。都在磨，应该是佣兵，不可能让祭司来救他，他救不了，取不下来，他来的他就死了。这边，不救了。跑马拉松了，这么多洞啊！
高低差，这个火丢不下去。 魔术师不能去大船，有高低差打不了。 我的个妈耶！ 我回，我拿到技能了，还好。把自己所有的球全交了吧。 挂这边，手电机。有鸟。 没有什么卵用，有鸟也帮不了你。
他把球全交了，交不到人了，咸鱼一条了。他失误了，开局让我开到刀，开到刀了。这有树，应该有加速，我觉得应该足够了。估计他错的肯定是娃娃，我也无所谓。输了这波，如果中了他就死了。
这把失误好多啊，乱玩火。真的失误就是肉眼可见的，乱玩。 岩石刀还在强啊！ 这边可以去墓地，但是要去黄牛狼看一眼。 可能有人在修二号机啊，战狼这边没人，前锋。 这家伙很喜欢玩这招啊。 跑马拉松了，他们都是先猜数，然后再秀吉，哎，输了。 哎，为什么范围这么短啊？那我炸了呀！
控两个火，还差了两个刀。炸了炸了炸了。只能靠他们救人失误来翻盘了，已经没机会了。这边直接针对吧，针对死。我在中。哎 ，nice！ 你这个波失误很好，好你也得死。突然就翻了盘，丢满，全都守着目的电机。要是带彩板的话，他很难开技能，如果被跑马拉松的就很伤。我不去了，小木屋，每次去那个人都一直往他前面跑，追都追不上。哎呦，跟他两个火交杂在一起，我看不见。直接转大房了，然后翻装加速还能溜一会儿。可以，挺会躲的，但是我速度快啊，无所谓。
被他防了一手。如果他那个火没防的话，他就秒倒了。关键点来了，这波关键点，不打佣兵，要打那个磁铁。打佣兵我就会被溜。让他救，不着急。打针队啊！你救，让你救，我直接针对死他。不要把他放下来，他又要溜我，麻烦死了。用命再救一波。哎，为什么这个树倒了？救他，救他，来嘛，救他。炸掉了，不仅人没救到，还吃了个正手。哦哟，八百年了。结束了呀，直接没。突然就结束了游戏，就很快。黑妹医院中间，这边有一个人跑了，没修，先知道，追。玩板我就卡你，应该不会玩了，他不敢玩。刚才滑板加速了，哎呦，输了，空火了，我的火呢？
跟爱哭鬼跑完了，不灵性的呀！但我这边节奏太差了，一直在控火，除非这波他救不到人，不然我就要炸了。 咋了？还没打着。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上面放不了那个，上面放不了火，就没了。 控火控太多了，那边让他吸了第二只鸟，疯狂控火，应该演绎也达不了第一。 可以刷到第一了，妈耶，佣兵！ 赶一下了。 把舞女吓跑了，应该不会下板子的。OK。 这个我不踩了，无人还是要打的。他在跑马拉松，他就死了呀！你加速全用了。 我靠，这都能控！
不着急，等无刃。这是娃娃吧？这波的话，佣兵得倒，倒了。你又扛不了刀，扛个蛇皮。但是你跑得快，还是无人丢得快。无所谓，你倒在那个治愈圈里面，我看你看你怎么治愈。你还往里面倒。正好帮我擦了个眼，谢了。被投了，无所谓的，又是一个无人的事情。反正下到那就没了呀。不谈无刃，我直接打十几刀。拖时间，拖时间，那我就等。今天你不倒，我不走。无所谓，你等我也等，一起等呗。我要去追他的话，这个人佣兵就必不会倒。我就不信你不过来。怎么还没打到他？砸心了。又来了，又来这边寻找木马，这边等，这把直接追。说完了，这么快。这几下呀，我的天。那娃娃修得好快啊，平了。
我传送交了。如果传送还在的话，说不定还能传过去打一打。